今天我老婆去买了这个蛋卷，里面有包一包一个馅，她说是冰淇淋，是冰淇淋吗？冰淇淋头，这是冰淇淋吗？对，这是冰淇淋优格，也不是芋头，冰淇淋优格。试试看，这是冰的吗？有点冰冰的感觉，不过今天有天气有点热。这不是冰啊，那哪是冰？芋头有点冰冰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吃起来不错、啊。第一次吃到蛋卷里面还有包东西，包这个芋头馅，吃起来很像奶油。再服一圈啊！不要打广告。如果100分是满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价格并不亲民。我买三条要100块。一条35块，三条100块，一条35块，就我刚刚这样吃掉一条吗？没错，我刚刚就吃掉35块，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贵了。CP 值上，不过吃起来是蛮好吃的。嗯，对，还不错吃啊。如果你很 picky， 千万不要买，像我这种是可以接受的。OK。买到了，张姐。我的能力啊，300元。借我看一下，300元。那你的呢？你是爱玉吗？我的是柠檬爱玉。我喜欢柠檬爱玉，等一下给我喝。阿冰，300元。好喝吗？借我喝一口。我可以跟你喝吗？10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给妈妈喝一口好不好？几分？100分。100分，换我喝喝看。满分100分，是你会给他几分？我刚刚喝了还不错，100分。我也是100分。我去洗手间。你喝的是什么？三粉圆。三粉圆满分100，你给他几分？爱玉100，三粉圆50。好喝。所以。记得要点爱玉，不要点三粉圆。给我喝一口吧，快点再给我喝一口，不想理我。
是什么？所长茶叶蛋吗？对，这个辣的，这个是酱油的哦。酱好吃吗？好吃。100分吗？给几分？101分。101分，赞。100分。原味两颗28块，辣味的两颗30块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辣味，你是吃辣味吗？对。会很辣吗？不会啊，刚刚好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吃原味还是辣味？原味。甜味，那我也想要吃，可是没有水啊，这是辣的，但你会辣到。100分，你给他几分？羞羞。1000分。100分给1000分，你太浮夸，这个小朋友讲话不能信。你觉得你刚刚吃的原味的，如果满分是100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20分。120分破百了。如果现在再去买一颗，你吃得下吗？吃得下。代表他真的好意思。我当然听的，我要。因为小孩子不会骗的。帮我特写一下。你刚刚吃过的，再吃，很好吃。它真的卤得很透彻，你看蛋黄跟外面，它跟一般的那个卤蛋不一样。一般卤蛋，茶叶蛋啊，外面是有颜色，但里面是白的。它真的整个是很均匀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而且它的那个粉粉的，吃起来也很顺口，没有让人家感觉。是分开的感觉。我老婆每次都破坏食物，把它剥得很难看。其实她，我很讲究食物，不能破坏它的美感。没关系，我先吃一口。嘉义中学，家长，金总100分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。我们是 Double Holidays 周休二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，还有订阅分享哦。我们影片下次见，拜拜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会转，真是的，今天又发现一个秘密。